嗨，我是贤妻 Abby， 这是我的二宝瑞瑞。嗨，那贤妻呢，今天又要来教大家做小点心咯。今天的小点心呢，是要利用百变的地瓜来完成。那这道小点心呢，可以利用小朋友午睡的时候就可以完成哦，非常的简单。不过呢，前面呢，你要先把地瓜在小朋友要睡之前呢，把地瓜放在电锅里面蒸熟。那小朋友睡了之后呢，就可以马上来制作这道小点心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今天要贤妻呢要来教大家做什么小点心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追踪，以及订阅我的 YouTube。贤妻的手作 IG 在这里，欢迎追踪哦。拜拜！哇，贤妻每个礼拜日的晚上7点准时上新片，每个月的7号，贤妻都会教大家做造型料理哦。拜拜。